在边境上我所见识过的所有战斗中，铁玉才是最顶尖的猎杀者。灵活快速，优雅却破坏力强大，观察力敏锐，善用资源且冷酷无情。铁玉眼中的世界不同于一般，即使是墙也能是攻击的道路。铁玉的战斗方式不同，他们熟练欺敌行动，就算在险境中也能够取胜。但铁玉与所有步兵和机器在战场上最大的差别，在于他们和泰坦之间的关系。连结后，铁玉只会被庞大的军队或是其他铁玉击败。自从我懂事以来，边境就是我唯一的家。 IMC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强行夺取我们的资源，污染并破坏我们的星球，还屠杀所有反抗的人。虽然最近在古神星上连战连胜，但是离击败 IMC 还有一段距离。现在我是反抗军中的步枪兵，为边境的自由而战。成为铁玉那天还很遥远，但等我成为铁玉，我希望能实至名归。步枪兵库伯，我们走吧。该死，船上的模拟舱一定重启过了，我们得重新设定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泰坦陨落二，这次是中文语音，因为叫也没有用，中文版没有英文语音，最起码在我录制的时候没有。但是重新设置这个机舱，你先检查那些灯光才能开始启动。你先让主播说点话好吧。然后使用的是 PC 版，游戏优化的很棒。让我们开始游戏。这个是跟 Halo 有点像的，让我们是调整一下我们的视角。觉得这样可以吗，库伯？可以。好了，我们走，我们看看你记得多少。设定神经连线，和泰坦连线类似但不一样。学新技能得有正确的心态啊，好多了。我其实不应该训练你，但我觉得你有潜力。再说我们正在打仗，谁有时间管阶层，对吧？对了，从上面过去。他叫他的阶级啊是铁玉，他是上尉。他铁玉是什么？他铁玉就相当于可以驾驶泰坦那种兵种，而我们现在属于杂兵，还不能驾驶铁玉。哎，不是铁玉，不能驾驶泰坦。加快动作，开启跳跃装备辅助。跳跃装备以自然稳定的原则运作，校准你的跳跃装备及移动方式，经过强化后会像直觉反应一样自然。好的。好漂亮。受到我的家乡哈莫尼星的启发，我在这里长大，我们是为此而战的，库伯。好，这才像样。按一下库格键可以到那上面去。我把滑铲键改到了左 Alt 键上面。跟着幻影。好的。古神星移以后，我们夺回了四分之一的边境，反抗军越来越有规模，每天都有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加入来对抗 IMC。
们的敌人 IMC。 以前看到他们只能逃窜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可以刚他们。战斗情势瞬息万变，你要能使用任何在战场上找到的武器。哎，这把吧，填装弹药，会求精准，用武器上的瞄准镜。很好，你可以继续练习，结束后继续练习。好了，我回来了，换把枪吧。很好，今天有个新试炼，标准是两分钟，想继续得加油点，跟着幻影或另寻路径。铁狱审核就相当于 COD 刚刚开始的新兵教程，有时间。铁狱在战斗中必须保持平衡，速度很重要，但你也得能够击中你的目标。我们得练习这些技能，直到成为最终反击。这样走得更快。哎呀，少打一个。40几，非常好，看到墙上的评分哦，漏打掉两个新纪录。哎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，所以要使用不同的武器练习几次。评分板上有更多提升你技巧的建议。平均速度，如果想来场真的挑战，可以跟其他的幻影铁狱赛跑。小心了，录下这些幻影的可是 SRS 最顶尖的铁狱，要是能够赢，你也称得上是半个铁狱了。25秒，多久都行。结束之后，我有东西要让你看看。算了吧，我们就这么浪吧。练习都结束了。结束了，可以让我们选择。来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很好，你会喜欢这个，可以开始后半段训练。泰坦，开一架进来吧。不是只有铁狱才能呼叫吗？这只是模拟机，不是真的。但首先需要更多空间。BT， 那是我的搭档，先锋级。反抗军自行研发。这是我们首次自行设计的泰坦，不是向 IMC 偷来的。呼叫你的第一架泰坦吧。相当于我们在玩游戏，按 V 键。看上面，天上来了。卡住了。好了，步枪兵，看来有大事要发生了，我带你出来。关闭所有非必要系统。库伯，准备好。别急，克罗，他刚离开虚拟实境，需要点时间适应，他没问题的，相信我。是，长官。全体就战斗位置。注意，他们杀过来，他们想要杀过来。训练的还不错，有一天你会熟练他。我们会把你训练成铁狱的步枪兵，不是今天，没时间了。拉斯提莫沙，安德森，你是畜生，我们下面见。今天会看到一颗新的星球，说不定就死在那里了。下面见了，库伯。祝你好运。Good luck。哎呀，滚出那个模拟仓库，库伯，运输机上碰碰。